我告诉你们，当时场内的情况。别把我的牌献出去了。罗雨桐是大伯，罗雨桐出的是大伯，罗雨桐出的是大伯，他分身了。啊，我强调了三次了啊。小东西，你们刚刚在哪两个房间啊？爷爷，技能没法发动。 你们谁在三吗？他在三。你在三是什么？是小姨不发动技能。第三轮选择把小姨扔掉，是因为我觉得她是我手里的四张牌里最废的一张。哦，这样。你分身的一是吧？我发动了大伯技能，然后只把我自己丢到了一号房间。我敲的。 本轮各位玩家的服气值已更新。罗雨桐怎么一下6分啊？你还比小齐高了？说的好像不用还一样。啊，你要还吗？啊，不还吗？那你至少比小齐高，小齐跟你是一样的呀。现在明确比你高的只有蒲熠星啊，其他人都比你少啊。罗雨桐怎么混到这么好的呀？ 那咱俩一点年都没拜，不是给我们也拜一拜啊，雨露均沾一下，就是谁加进去谁是大冤种。文涛，第一次轮你进二号房间，我拜你。好，我考虑一下。嗨，还要考？你要别人拜你，你还要考虑一下，你这人真过分。不是，我现在答应你了，我待会儿不去怎么办啊？涛涛瞧不上我啊，我哭了。<笑>说了一个。 进入第四轮，自由阶段。本轮获得和扣除的福气值将增加至2点。本轮可拜年的玩家为：曹文琪、火树、帅帮主、景灵渠你的拜年帖。这个场子又姓石。我们要先知道他们的用卡的信息。起。来。阿普、卡盖是一，火树是姐姐，罗雨桐是大伯。 我已经无望了，兄弟。有望有望。这轮搭不搭不？不是，你们现在还要进二号吗？我不进，我是倾向于去我们自己去小地方搞分。对，因为我去那边我赚不到大头的。你零分怎么办？你得赶紧搞分啊！我有啊。 他搞负分，我这游戏这个时候才刚刚开始。这一轮搭不搭不？你换到宝宝了？你我把我的宝宝给。你已经找到姐姐替你了。没有。那怎么办啊？你愿意加2分吗？我这轮我可以跟你进一个，你把我踢走。对，你有加2分呀。那个房间只有你的话。但是我没有姐姐。他没有姐姐，兄弟。你有姐姐吗？我有姐姐。对他有姐姐，你踢他不就行了吗？我踢他不是他要拿负分，我要拿负分呀。 不然他最后一轮根本没法玩。对啊。你有爷吗？嗯，我有，不然我不可能说吧。
跟我聊一下。哦，我跟你聊一下是吧？对。来。那怎么聊？我有办法能让你复次，但是你要保证我们俩现在这个对话不能跟任何人说出去。好。你声音小点。好。对，你有爷。嗯。我想帮他搞个宝宝。没用啊，那又怎么富二啊？不是我 double 复四，你是傻子吧？你怎么 double 啊？这轮本来是正负二，大宝就是正负四。哦，我把这个给忘了。你声音小点。咋了？咋了？咋了？这一轮是两分，所以我只要一个宝宝就可以了。这 double 一下不就八分了吗？负八分。石凯，赶紧扣到负八，挨个掰一遍。真的，石凯，赶紧扣点分，扣到负八。负八分了，能接受吗？因为现在正分的有六个，能接受啊，我无所谓，能接受，可以接受。你要复班吗？只要把你们俩做出来。如果在第五轮能把六个人全部掰对的话，我就十八分，负八分就是高风险高回报，我准备冲一把。现在你只需要考虑，如果让你拿姐姐把我踢走，你愿不愿意？没有姐姐，那怎么玩？咱四个都没有，我没了。那在聊什么？我们三反正是一起的，对不对？就不是我和他和邵鹏都在三号房，你们就是过来受接受拜年就有三分。那这轮谁加分谁减分有定好吗？没有定好啊，我们负分我们自己会递递消，你们自己想办法。第四轮是这个房间内的人各凭本事。对。所以这轮我看房间很重要，不然我去那我大伯白用不行啊。哦，你这轮用大伯哈，那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反正我们来就三个拜年啊，三个有加三分嘛。对，你大伯分身出去嘛。对，你不过去了。我大概率不过去了、还在犹豫。 okay, 我在想挣这三分还是多挣，看看能不能多挣几分。我明白，因为你那还有一个宝宝。对，我想使用。你有本能用吗？大概率吧。你愿意告诉我你宝宝在哪个屋吗？我不去。我如果不去你的房间的话，我就去用在我去的房间。好，好吧。Okay. 我偷偷告诉你。好，不要撞。对，就不撞。对对对对对。这个队伍实在是太多了，没有办法保证说大家能够取得自己想要的结果。我还是要找机会自己去赚更多的分数的，我可能就不会倾向于跟他们合作了。你这轮要加分吗？我得消分或在中间。哎，下一轮是你踢我。你要被驱逐。他为什么要？什么驱逐？谁要被驱逐？为什么要被驱逐？你是有什么打法吗？我想去其他，对啊，我想去其他房间看。我万一的话，现在的策略最好的是我进来把这个拜年的三个积分先收掉，另外一个人出来把我踢出这个房间，我就可以离开这个竞争异常激烈的大房间，然后去到另外的房间去搏一下机会。无所谓，无所谓，跟我们没关系，反正。对啊，你踢我。那我下轮谁得分的问题？你关你什么事啊？你得，你也不得分。我得保证我不能得分。啊，对对。但是你要去他要出去。哦，也很难让你在踢我的情况下那个难呀，那可能就要消了。你出个弟弟嘛，那他就只能出弟弟，和他们消了。我没有弟弟啊，那你怎么消？你跟谁消？那我怎么办？我铁垫你，那你自己想办法喽。对，这个房间只有一个人能得分，还得有一个人扣分。对呀、啊，两分呢。这就是客凭本事嘛。哎，跟他们说一下，对，那边要想被拜年的可以也来三号房。哎，王树林。哎，跟你说。你说。那个我们去三号房。哦，听见了。如果何云晨不来，你可以过来被拜年。哦，好。嗯。你就做负四是吧？负四我们两个人就够了呀。哎，问问罗雨桐，罗雨桐会有劲。哎，雨桐，啥？你还是要跟他们去拜年是吧？我肯定要拜年啊，不然我没收益啊。你拜年是多少的收益？
没有，这个是我一早就答应你，或者你给我提个更好的。先问个问题，你有姐姐吗？没有姐姐就没法聊。你先告诉我。不是你，你不是如果没有姐姐你先告诉我，你有你们是怎么那个，我才能有得了。有姐姐让你这轮加两分，后面还能再加。不，你现在没有姐姐，我不跟你聊了，没时间了。你有姐姐，我们才能聊。有。那你想一下，好吧。我树和恩琪他们那边人越多越不好玩，也还是有想说能不能在四五轮的时候在别的房间里去撞一下，看你们能不能有收益。我们需要一个姐姐，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跟你一块儿去，然后你把他踢走，房间只有你自己，你是不是就能赚两分了？他们都去三号房间了，外面就不会有多余的人来我们的房间。雨桐，你要来拜年吗？当然来拜年啊，罗雨桐还能不来拜年吗？不三分不要了。你加了三分，你下一轮你要还给他们。第五轮他们要拜你拜对啊。不用还啊。不用还吗？不是，那最后一轮让谁拜错？那是打包的。上轮拜错，这轮拜错，下轮拜对，三个是一个打包协议，对。这上轮已经给过了。你想想。怎么小何也过去了？我现在是想要争更多团，因为我进原来的房间只能挣三分。小何，我跟你说啊，小何过去了，是因为他说了下轮就要还我那个三。对的。就你无论在不在这收这轮的三，下轮都要还那个三。亲们。我这一轮可以多拜一个人啊，先说一下啊，下一轮我也可以再拜他。这个时候我有了三个拜年对象，做到负四分之后，我只要增加一个拜年对象，我就可以完成四个正确拜年。我这一轮拜一个，那下一轮不还得还吗？啊？现在去聊没用了，这轮加一，下一轮减一，不是一样的吗？对我们来说，对我们刚才没去的人来说。但是你有机会那个。在那个房间里得分来讲，现在肯定是在外面比在里面得分容易。不好意思，等一下再说一遍，再说一遍。我现在有一个办法，你先说。我向这边提供一个拜年给他加一分不用还的福利。怎么那么好呀，帮主啊！宝贝们，我想说一句就听一句行吗？宝贝们，啊，我这一轮的拜年就是谁进来了，我不用还，我就是免费送一分，我就跟大家说一声。好好好，没事，好好，等会儿他知道了，等会儿再说。完了，他们的战术应该挺复杂。自由阶段结束，接下来进入行动阶段。一起来吧，一起来，三号们。大家一起断烂斗，想被拜年的来都可以来，我可以拜年加一，白加一吗？白加一啊，来了我都拜年加一，这是我承诺的，因为过年了，我想给大家多拜一拜，发个福利。凯凯宝贝，你去几号？凯凯宝贝要捣乱，我肯定不能去了呀，我零分的情况下你就拜不了我，你找一个房间把自己弄到负四分，对啊，所以说那个房间你们就别碰，行不行？可以啊，对，我去一号嘛。你去一号，那你没人你就变加分了。我有人，就你们不要碰那个房间就好了。请各位玩家依次选择本轮要前往的房间。好，我进了啊。哭了。一起来吗？哭了。三号是吧？三号拜年房。真的没骗你，多在一起来热闹热闹。好谨慎啊，感觉。别慌。好，那我能提一个新玩法吗？什么情况？我们赶紧变了是吧？我们集体换一个房间，我们是想跟他们撞在一起，让他们被侵袭。反正我们都该消消，该拜拜嘛。我就是想增加一些变数，我们这些人反正都要在一个房间，已经大乱斗了，不如再多几个人嘛，万一撞见一个两个呢，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换，也可以换。接下来，请曹文琪选择房间。不是，到底决定一个，你说具体，你说你第一个。我不选，这个不是我出的主意，快点。我来，我来，我提议，集体四号，集体四号，你确定？我决定。黄老师，那你也确定四号？都去四号，好，确定了啊，确定了。你别最后把我做了一个局，把我给。集体换一个房间，我们是想跟他们撞在一起。也可以换。集体四号，集体四号。四号。四号啊，没错。万一撞见一个两个呢？有惊喜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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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惊喜。没有惊喜。哎，这怎么没那么多，没多少人啊？哎，小何没来。小何应该是拿大伯得分去了。他们去四了，一起换房间。嗯，谁去的四啊？刚才说的小何。对，小何反正在后这边嘛，能听到。王初林去了二呗。对。把这再给他锁上，锁上就没人能进来了吧？能不能锁上？什么时候啊？搞不了，搞不了，搞不了。你纠结的点是在那边收益更高是吗？不是收益更高，是我要还人情。那就没得聊呗，那就不聊了。既然他们还都要去同一个房间，那外置位就我们四个人自己玩。对，先是这样，先是这样，我们四个人进三个房间，我一，我一，你俩去一，他们去三的话，你去二，我去四，可以，行吧？有个大伯分身嘛，你的分身去他房间，他的分身去你房间，你加四，你加四，你加四，我加四，可以，这样是可以的。走吧，来来来。本轮房间已选择完毕，接下来进入自由交流时间。我宝宝你爷爷有一个我们帮助，我派过来一个弟弟。如果他派过来一个弟弟，嗨，我弟弟，你要发动吗？对，他让我到这边发动。轻点，完了，炸了，炸了啊！噔，又是这个同样的房间，同样的位置。咱们不会在一个房间待两回跟头吧？就只能去赌，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别来沾边儿！哎呀，难受死了！来个弟弟，我就直接崩了，我零分没法玩了。谁敢？他不变成负四，他也没法玩，没有任何办法。没办法，只能原计划活呗。来个弟弟直接GG，你GG我也GG，大家一块GG。GG。是这样啊，喷喷，你们仨拼本事。对，你呢？我把自己送走了。你怎么送走呢？他姐姐送的。踢自己。那踢自己去别的地方有分呢？我姐姐挺难拿到分的吧？哦，你要把自己弄到负六是吧？对，如果有就还看情况呗，到那。我去一，哎，打扰了，去吧。你要到负六炸是吧？你就猜，猜错了不扣分嘛，对吧？猜五个就赚了嘛，四个包子，五个赚。哎，说的我都心动了。
我去三或者去二，大概率遇到一个大伯。哦，他们有大伯要去是吧？何运晨他没来，就说明他去了当大伯了嘛。嗯。那这种情况下，何运晨，他直接找一个空房间，凭空拿两分。大伯分身是不会底下的，他就稳四分嘛。对。哦，那他大伯也有可能来这儿哦。这边人太多了，我觉得他不会冒这个险过来。这轮呢，咱就出大伯。所以没有意外的情况下，他们负四分的三四十二也就八分，四四要全部对，或者做到负五有可能吗？负五不太可能，直奔负六去了。三六十八，最后就是十二分。我最后的话，这三分也稳拿。六分加四分，加三分，十三分，啊，我还得还两分。但看我还不还。所以没有意外的情况下，大概率最后是十一分。何运晨用掉了两张大伯，石凯才会合用爷。我的爷换给曹安琪了，所以曹安琪没有大伯，但是他有两张爷。曹安琪现在剩姐弟爷，小何也有宝宝。三个负分的人，最多在他们能在半年里获得三分嘛？那溥仪新加三分的话是十一分。本涛要换我的宝宝，他肯定是一轮想要大伯，一轮想要宝宝，跟我差不多。我得想办法比他分高。我帮你算一算，他们还剩啥？王楚林给你换牌了吗？没有。跟谁换的？小齐跟小何。跟能跟小何换呢？他要两个姨干嘛？他说过两个姨，跟你说的，你看到了。他说的呀，他不会骗我吧？哼，好，我们可是说好的不能骗的。你们三个人加油啊！你俩什么？弟弟。弟弟，姐姐，弟弟。这轮我看房间很重要，不然我去那我大伯白用不行啊。啊，我出一，我得填一个你一定没有的。还不是，现在还没到这儿。是我跟小齐在博弈，谁想要拿大伯？我知道小齐手上有大伯，我当时手上的牌。姐姐、弟弟和大伯，三张牌里面两张都撞了。如果我要在这轮得分，我只能用大伯。我跟小齐在博弈，谁想要拿大伯？我还有大伯呢。如果我使用大伯牌的话，情况好，我可以赚四分，但是我就会担心阿普出大伯。难呀，难呀。我先写半年卡吧，不说多了。你随便给我填一个吧。你爷爷嘛。齐思君。我还是宝宝。你还是宝宝。没有，我说各位拜我的时候还是拜我宝宝。希望能成为大家心里 always 的宝宝。说拜你什么？宝宝。你看溥仪行啊。啊！你就直接出个爷爷你就赢了，他们两个都让我拜宝宝了，你这出个爷爷不就赢了吗？对呀、啊。可惜没有。
哎，那他们俩有爷爷也可以赢啊。对啊，爷爷也打了。因为他不是宝宝，我拜他宝宝了。他大概他应该也没有宝宝。那罗雨桐出爷爷稳赢，你出个爷爷就赢呀。出爷爷，你是不是爷爷嘛？你是爷爷，我们就不争了。他是爷爷。他是爷爷吗？他一会儿不是个爷，他炸你的，罗爷来炸你，结果罗爷不一心，他没有说让拜宝宝哦，他有可能是宝宝哦。呀，咚，没毛病。阿普当了大伯，阿普本轮是大伯，爷爷不发动技能，小姨给大家请安了。他有宝宝，那我只要不出爷爷，他出宝宝我就赢，对不对？那他凭什么要出宝宝？因为他们刚才引诱我出爷爷呀。哦，是这个意思呀。想一想啊，出不出宝宝？他出个宝宝再乘个二，你被扣四分。啊，溥仪还跟我演戏呀？啊，你出好戏。你看溥仪行啊，你就直接出个爷爷你就赢了，罗一鹏，你出个爷爷就赢了。他不是宝宝，他应该也没有宝宝。溥仪行，他有可能是宝宝哦。好坏呀、啊！喷喷，他出宝宝也不一定赢，因为还有齐思钧呢。对呀、啊。小齐怎么个说法哟？小齐在中间很尴尬。是很不舒服，现在，哎，站在雨桐的视角呢，雨桐觉得说阿普有一张宝宝牌，雨桐在考虑自己要不要出那张爷爷牌，但其实站在我的视角，我明确的知道阿普的宝宝牌已经和帮主换成了大伯牌，所以我在中间其实很难说话。在阿普的视角呢，他明确不会出宝宝，但是我就会担心阿普出大伯。与此同时呢，雨桐我会担心他出爷爷，因为他爷爷的话能够压大伯，然后又能压其他剩下的所有人的牌。我所有的烦恼说拜拜，我所有的烦恼说拜拜。我祝福寿延年行不行？新春快乐，你谁的福寿延年？祝谁？祝各位观众朋友啊。福寿延年，新春快乐，事事如意，不挺好的吗？今天过大年，送上我祝福。自由交流时间结束，首先进行拜年公示。那首先，罗宝宝，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新的一年多赚钱，身体健康，哎，越来越帅。齐宝宝，哎，永远做个宝宝，哎，好的，事业有成，加油！耶。虎爷，虎爷爷，哎，爷爷，尊敬一点。哎，谢谢小桃子。好嘞，谢谢虎爷。好，那这个齐宝宝领一下吧。宝儿放那儿了，放那儿了，放桌子上了。我宝宝。好的，谢谢。虎爷爷，你劳驾啊，自己拿一下吧。哎，小伙子呀，小伙子呀。拜年也不亲手送过来，让长辈自己行动。小伙子，小伙子，童宝宝、齐宝宝，一人来个小红包，祝你们春长快乐。谢谢爷，谢谢少将。哎呀，太开心了！他们的溥爷，祝你寿比南山。他们的溥爷，小梆子，最后一个小萧子。祝各位观众老爷，龙腾四海，福寿延年，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好嘞，请各位玩家将本轮要使用的角色卡牌贴在公示板上。确定了？来，我对罗雨桐使用技能。啊？开玩笑。
那弟弟留到最后也没法用，死不用。哦。没有一个人动啊！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来，我来。总有一个人要先走。哎呀，看命运吧。接下来进行卡牌公式。我是这轮是宝宝，然后发动技能，指定一号房间翻倍。我公示的是爷爷，不发动技能。我的行动是大伯，发动技能，指定自己当轮同时出现在号房间。大伯，然后我指定自己的分身呢去二号房间逛一逛。我是弟弟，然后不发动技能。我也是弟弟，不发动技能。姐姐发动技能，把自己放逐到一号。好嘞，雷同公司啊，雷同，先换个别人吧。赶紧亮，有什么阴谋？没有啥阴谋。有什么阴谋？是不是龙爷爷？啊，哎，结果不是爷爷，哦吼。所有玩家，本轮行动公示完毕。本轮若有被驱逐的玩家，请现在前往指定房间。瑟瑟发抖。啊，兄弟，兄弟，完了完了完了，把门锁了吧，咱俩。我超帮主又来了。我被驱逐了。就看隔壁有没有人要踢人了。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他们房间看有没有要变的。谁会来这儿啊？疯了吧！六个人的房间。本轮玩家服气值已更新，请注意查看。好。哦。找到你们房间起内讧了。无巧不成书，你别最后来一个宝宝。我说小姨，小姨，我把你往下拉了，把小七的大伯往下拉。如果溥爷是宝宝，我是阿姨，我把小七的那个大伯的牌，然后往下拽一拽，我还能有收益。小七，好好好。罗姨来也不跟我说一声。哎，齐姨，哎呀，小齐使用的是小姨发动，对我罗姨发动一个往下拉两下的这么一个，哎，这么一个小技能。好，俩人都拉，咱们互相拉对方往上走一走不行，你非得互相往下拉对方一下。你小子，阿普是发动技能把自己发到三号房。啊啊！哎呀，没得分啊！没人得分，没人得分，没人全屋白玩儿，白玩嘞，白玩。俩弟弟，俩姨，俩姐姐，我们这轮就是纯拜年，合家欢。大家都大尾巴狼，谁都没有按当时说的出牌。我已经明确了我的大伯牌，这轮出的风险太大。如果雨桐出了爷爷，阿普出了一个大伯，然后我把雨桐拉下来，阿普得分，但是阿普的大伯也消耗掉了，而且小姨还是我第下一轮一定不会用的。Fine， 对，当打开牌之后发现我们三个彼此猜的都不一样。姐姐的期望收益是稳定的零，大伯的期望收益是接近于零。我大伯要拿分，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小齐不出大伯；
第二，罗雨桐不出爷爷，我说小爷爷。雷伯迎新太呀。白玩白玩半天，半天搞的心态，竟然不是大爷。哎呀，你真的你得爷爷半天，你爷爷爷爷。我怕他有宝宝呀。是啊。归来仍是少年。我们房间现在放着空空如也，谁来谁拿分。全炸了。对，都炸了。还行吧，反正拜年拜成功了嘛。王顺利八分啊。发动技能指定自己当轮，同时出现在四号房间。挺好啊，一切都在计划之中，还算可以，也保住了去争第一的这样的一个希望。嗯，也把大伯留在最后一轮，我觉得是可以冲分的一张牌，就是运气啥其实也都还好，参加了很多运气的成分，因为就是不可能就是每一步都是按自己预想的能完成，要看最后一轮的操作，还有可能也是有一些运气成分在，就把决胜的机会留在地步，我可以接着上桌玩了。嗯，本轮卡牌余量已更新，接下来进入第五轮。本轮可拜年的玩家为曹文琪、火树、少帮主、石凯。石凯终于可以拜年了。请注意，本轮获得和扣除的福气值将增加至三点。本轮拜年规则升级，福气值为负的玩家，在所有玩家决定好本轮角色卡后，可前往任意房间串门聊天，且可选择全场福气值为正的玩家为拜年对象。就文涛、王志林和那个蒲熠星三个人领先。哦，何影晨领先。不领先，我要还的呀。我也有要还的呀。那初零就没有啊，因为初零。零只有初零领先。初零，你一会儿要去哪边？你猜。不是，咱俩肯定我不想跟你待着嘛。一样啊，大家都听到都不去，咱们就碰上了吗？你躲不开人的。最后一轮好难聊啊。就各凭本色。对，各凭本色。最后一轮呢，肯定只会出爷地宝博。我认为赢三分没有任何用，有三个宝宝呢，所以一定是宝宝翻倍的房间才能赢。大博还得乘二呢。现在还有三个宝宝，但谁会用那个宝宝？初零也是宝宝，别看了，见到初零就输了。啊？所以你有吗？随他说吧。我感觉初零能赢，我有感觉。开始集火我了是吧？你要去哪儿？我就还没想好，我肯定不跟火树一屋。你有没有什么那个想法，可以打打配合的？这个人打不了配合呀、啊。这人怎么打不了配合？总要有人输，总要有人赢，怎么打配合？也是哈，是啊。我去一号吧，我去一号。大家看有谁想跟我卷，不想跟我卷的可以自己定一下。我去一号，有谁？卷是吧？我的拜年的名额已经分配完了，从每个人的能力赛加上是八分，然后我需要做的只是如何让自己赢下最后一轮而已。皮斯军来和我卷吗？皮斯军。和你卷，我干嘛要和你卷？我去一号房，我问谁要和我卷啊？我去一号房，我都说了。去你那儿不行。
婆老师就在上压力，最后谁都不敢去，他就拿分了。要限制他，要跟他卷。我跟你卷。我建议你跟这几个人。我不，我就要去你房间。我因为他我大不了输没关系。因为这个房间几个房间的人都知道你。不，我没关系。我不想跟你这个房间。我想就是我这还有三分要还呢。进三出三，那分数就不变。我想说，那我既然拿不到一个好分数，不然我就进房间捣乱就算了。你们要过来啊！你们俩，你有什么想聊的？啊，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可以交换信息。这一轮啊，不用交换，不用交换吗？对。哦。你想要什么？你能提供什么？你得稍微说一下吧。因为你对我们那个房间的人的牌是有未知性的。嗯，你可能在这轮会遇到我那个房间的人的牌。哦，那你想要什么信息嘞？我得到的是我可以猜你。我有了三个拜年对象，那么我只要增加一个拜年对象，我就可以完成四个正确拜年。看你需不需要。那可能谈判破裂。哦。哎，我还有一个办法。你说。就是你分享给我。我未知的信息，然后我还猜你，你猜，你但凡想猜我就破裂，不是我猜你我就错了呀，我不减分啊，你要猜，你要猜错我，我就你不需要告诉我了呀，我猜你啊，就你可以，你想知道什么信息，你说说看，文涛他在第三轮用的什么，然后，别的信息我也不需要。我给你分享一个信息，就这一个信息，然后你一会儿承诺来给我报错一次年。不是报错一次，我没有已知信息我就猜你。对，但是你是给我报错给我加分，不加吗？因为你要买我的信息。我不问你任何的信息啊，我就是盲猜你。那不行，你如果是铁定加分，我才能卖你信息。你这个随机，我怎么可能卖你信息呢？哦，以我对初灵的了解，他是绝对不会让人拜对的。所以拜人的话我不会选择初灵，那我就去问问别人嘛，那因为确实也没办法。好，凯凯，我跟你商量一下，来。你跟我商量商量，因为你是负的呀。来，石凯是跟我们一样负四分，但是他是没有提前找好拜年对象的负四分，那么他一定是需要正确信息的。你现在需要盲猜对不对？啊，你需要盲猜对不对？对，但是我有固定答案。你有固定答案？我是只有三个固定答案，所以我要有一个未知答案。你想让我们俩交换是吧？就是我用两个固定答案换一个你得知了的答案。哦，咱俩双赢，就是我二换一，你变成仨，我变成四个，然后你再想办法得一个不就行了吗？对吧？你合适吗？你多赚一个。你不是知道三个吗？那我不能仨都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俩，你告诉我一个，你不赚一个吗？也行，是吧？嗯。你还有爷不？没了。你下轮是要出爷爷还是出宝宝？你还有宝宝？你有宝宝，我有宝宝，所以我在找爷爷。能不能交换一下信息？场上的话，谁可能还有爷爷？能说不能说？我还不是可能说不能说，我没算这个，我没算谁还有爷爷这个事儿。行。最后，在同样一个房间里的人，他如果有一张爷爷牌的话，我就可以打宝宝牌。那这样子的话呢，我就能够用宝宝牌赢他们。我跟你商量一下。啊。我现在还剩下个宝宝，我得套个爷爷出来。那我知必修和秦军就没有爷爷，因为这样如果他们有爷爷，他们就赢了，就他们俩肯定没有爷爷。你的爷爷牌出来，我和你爷出来，你刚用了是吧？对。
啊？你不会是你爷爷？我还想宝宝呢，我刚没用掉。不可能出错呀！为啥不可能？爷爷这么多。哦。给你了，第一个爷爷。哎，但是你得告诉我你的东西。你又开抽签了，你。我已经下定决心，第五轮用大伯了，因为大伯在最后一轮收益是六分，是高的，所以我确保大伯不要和别人撞。你这轮要大伯吗？我有吗？我有。对，你有啊。对啊，我记得你有。你也有。就是咱俩一定要分开，然后我是在找错开的房间呀。那就分开呗。大伯就是运气好了，我能一下拿很多分，运气不好也可能减很多分，所以就是希望能把大伯打出来的。还有谁有大伯？你我阿普好像也有啊？你确定他还有？应该是的。其实在这种多轮次的博弈游戏来讲，尽量减少你的思考量，做决策其实越果断越好的。你确定你去哪了吗？没有啊，那随机吗？这么随机了？对，不都是随机吗？咱俩别撞了。你想去哪吗？我要不去三。你去三，那我不去三。可以了。好，咱俩先错开。去几啊？我去三，他四选一个。为啥不能去一？火树有爷爷，他要去一啊、他说了。距离自由阶段结束还有一分钟，分享一下呗，什么情况？我小姨、罗小姨、阿普姐姐，你知道草上的宝宝在哪吗？咱们俩把信息共享一下吧。你印象里有谁出过宝宝？按序号来嘛，就是大家到底用了哪几张牌，剩下哪几张牌，只要能够排出他们后面的牌的话，其实挺有利于我最后到底打什么牌的。我记得你出了两个大伯和两个姨，对，你都几换换的？你换了两个姨了吗？等一下，不对，哦，你要问这个，我第一轮出的，不，我第一轮出的是大伯宝，第二轮最后到上一轮出的是伯。不，第一轮出的是宝，上一轮出的是伯。你第一轮你说你出的大伯，我现在给你更正一下，没，反正我伯和宝都没了，这不重要，反正你更正，反正都没了。谁不想和我去一个房间的，可以过来抽一个。不抽了，不抽了，不抽了。回信要不要抽？你抽一个呗。不抽。抽一个吗？不抽。抽一个？不抽。我要弄运气。抽一下吧，这四个是不一样的，你抽一个，我们就去不同的房间了，怎么样？我要跟你去一个房间。全跟火树一个房间。接下来，进入行动阶段，请各位玩家依次选择本轮要前往的房间。首先有请火树选择房间。火树，你去几号？编号1234。你别老给我指这，一会儿咱直接确认一下。就去那儿啊？你去这儿是不是？我去那儿。恩格西树。走吧。你给我正确数字，到底去几？到底去几？现在谁都不想挨着火老师。先过来跟你说，你说嘛。
我把这个纸条放在那个门的右后方，你进去了看。就这个大门的右后方。对对对。你写的是你去。你就这么大声，大家都能听到。哎呀。对对对对。啊。只要我一个人在一个房间，不就赢了吗？我就想找火树在哪儿，一定是宝宝翻倍的房间才能赢。就各凭本色。哎呀！哎哎，我问个问题，就这个可以共享，就是那个，说有三个宝宝分别在谁那儿？啊，我这儿记了宝宝用了八个，然后但是剩了三个。不是，你告诉我你记得是哪几个，我们俩对一下。等一下，有点混乱，有点混乱，但是我现在这个笔记有点难以追查。哦，难受。我记得是五六七一好像也用了。对啊。火树宝宝，然后安琪是宝宝，对不对？对。我用的是宝宝，一五六七八十，五六七八九十。对啊，一五六七八九十啊。哎，对呀、啊。你是用了两个。出零，选择房间。那都八次了呀。对呀、啊啊，这怎么回事？就我们俩的信息都是错的，但是是一样的。等等，我先走了。哦。啊。本轮房间已选择完毕，接下来进入自由交流时间。本轮为游戏的最终轮次。决策卡牌及拜年行动公式将在所有玩家回到大厅后统一进行。我们房间进来四个人，两个人我觉得是可以聊可以 battle 的。救命，你进来干嘛呀弟弟。三个人的话呢可以制衡但是四个人的话，因为大家身份太多了，我觉得随机性太强了。欢迎啊！这人也太多了吧？四个人，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多讨论的空间。我想跟火树在一个屋，我想去捣他的乱。没事，已经事已如此。有宝宝吗？这个房间没有宝宝吗？是啊。你不要在这装可爱，说自己是宝宝。是宝宝，我石凯是宝宝。现在玩游戏的不是宝宝。大家就是根本就不知道谁有谁。这确实不好聊。没得聊。OK。开咪。就撞见你了呢。你是大伯和弟弟。看到胡老师在里面的心其实已经凉了一半了，在我的视角里面他一定手里有张爷爷，然后他一定也知道我手里最大的就是大伯了，他一定会出爷爷，那我大伯就是必定被压死，他爷爷会封我的技能的话，我技能也使不了，那我就白玩了。你是爷爷和大伯，所以我一直想避开你。都不是，都不是，全换了，全换了。但是我这个单挑特别厉害的，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哇，是不是单挑很厉害？是，除了爷爷谁都不怕，纯留着单挑。这会还真留了一个单挑和离开的。这单挑好强啊！是，太逗了。那另一个，我也是弟弟。咱俩抵消没意义了。没有，不就是姐姐送你过去吗？你还可以得分吗？我在这儿得分。你自己发动去一个房间，然后我去另。是的，这样的话我反正因为我只要我大伯去了那能够得分，嗯，我还有可能有可能得六分。四分，哇塞！现在排除了一个错误选项三号，哎，挺好的，哎。现在纯压了，因为也不知道其他人去了哪个房间，要压中高光了。对。您的安排，那我抽一个。哇，你传送者，爷爷真是厉害。我觉得我们俩赢不了。什么叫？因为你第一轮是用了宝宝被踢出去的，加翻倍了。然后我那轮用了宝宝，我得了负二，在第二轮，因为我们俩人都没有宝宝，我们俩翻不了倍。因为我们四个都猜对，也就是八分。对的。然后我们俩加一个三分，11分，一定没有加六的人高嘛。对的。所以咱俩已经就是无缘冠军了，就是随缘一出就可以了。是这样的。必须得进来第三个人，他还得用宝宝才行。我已经摆了。实话说就是这样，我刚才就在想了。因为我也自己有宝宝牌。我读出他没有宝宝，想尝试着判断他是什么。就我们俩因为没有宝宝，就比谁有爷爷大伯小姨了嘛。对对对，只能点大的出了，快速决定嘛。我说咱俩如果因一个姐姐，咱俩得同时承认，因为我有可能踢你，你有可能踢我。嗯，要不然俩姐姐抵消，咱俩都没分了。对对，就纯八分。对对。好，我先举手，我一个姐姐。如果你有姐姐，我就是咱俩商量一下谁踢谁被踢。我应该不会用姐姐。啊，你不会用姐姐是吧？啊，那我把你踢走，我自己得分，你到那边去看运气 ，OK 吗？你想用就用嘛。啊，对，你随便。我踢你啊，你随便吧。Okay。 我读出他没有姐姐吧，所以他也不怕我出姐姐跟他撞上。你是弟弟的话，我觉得还是有概率的。但是你要不是弟弟的话，你过去，我想想，哦，对，你肯定不是弟弟。我觉得咱俩就盲猜吧。不是，你不是弟弟啊，你上轮削弟弟了，那你就是拼大小了。嗯。上王者荣耀的时候，就会觉得八成就没一句实话。对，我们俩人都没有宝宝，我们俩翻不了倍。我先打了，我先举手。我一个姐姐，你是弟弟的话，我觉得还是有概率的。怎么办？咱俩也可以心理博弈，不沟通直接放，你觉得怎么样？公平公正。现在就这样了，很尴尬。很尴尬。我知道你有个爷爷。你说，我猜你可能还有个弟弟。嗯，我就不回应，你猜。我大概盘了一下，你肯定是没有宝的，所以只要没有人驱逐的话，我应该是能铁赢三分，对吧？你有你的爷爷是吗？对啊。那我告诉你，我有小姨。那我敬仰你就行了。哦，有这个，我铁赢三分啊，对啊。因为在我已知的信息里面是黄初灵打了一个大伯、两个小姨和一个宝宝，我知道他没出过爷爷，没出过弟弟，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有个爷爷。咱们就共赢呗。
打工赢你。就是你总分比我高，你三分照样加。我不敬你，我怎么三分照样加？你把我低两级，咱俩都是一。对啊，考虑一下吧。不考虑，凭啥？现在盟友，我凭啥？你比我高一分。但是我没有任何好处，你这不就强行要求？对你没有损害。那不行，谁知道一会儿会不会有人来跟你拜年呢？是凯来过拜年，我要还他。就是给你拜错年呢，对不对？他只要打出爷爷这张牌，禁用技能，我就没有任何反击的条件，我就直接扣分，然后我也没有别的能干的事情了。一定不想就那么白白的被压制。哎，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不知道我会出什么，但是我知道你出什么。那就二分之一吗？啊，可以。我蒙你不是二分之一吗？哦，你要把我的信息卖给桌上的人，那也可以。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了，我只能这么威胁你。那我也可以出另一张不是爷爷的，对吧？你如果都这样威胁了，你如果在桌上这么说的话，我不信。你一定会出爷爷，我就随便出一个，你也不知道我出哪个，然后我会把技能打出来。除了石凯以外的三个人都已经有了自己的拜年对象了，只有石凯没有足够的拜年对象。我只要告诉他你是啥就好了，就石凯拜你一分，你就少一分。我想一下，让我捋一下哈，让我捋一下。距离自由交流时间结束还有一分钟。好像也行。OK， 我不敬你，你不公开我。我有两个方案，一是我用大伯去别的房间蹭，二是我用小姨把你拽下来，这样我们俩在这个房间里多加三分。假如我不敬你，你在这两个方案里倾向于哪一个？还是那个小姨。所以你要把大伯扔进箱子里去。对啊，就你要答应我呀。是这样，因为我剩下一张确实是弟弟。我把弟弟扔进去，你把大伯扔进去，可以吧？那可以。自由交流时间到，请各位玩家将本轮不使用的卡牌丢入房间内的废弃箱，视为决定生效。我扔了，这个弟弟发动是之前写的，因为我之前有一轮想发动了没发动。我扔了。你要把你贴的贴的爷爷，我贴的爷爷。哦好。我要扔这个大白。好。好。爷爷不发动。不发动。啊。姐姐单挑，哎，真给力！我想想，会不会有人来这个房间？踢来这个房间？分过来这个房间，比如说分身嘛，分身来这个房间，他就赢了你了。这你算我输吗？算了。谁想过来找我聊的，来大沙发聊。我来来来来来，胡老师，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啊。你去二号房，你去四号房吧，然后我让姐姐把你踢到一号房。我要把恩琪到二号房间。就是你一定要二号房，否则我们不能给你扮演这种角色。其实你那什么，你必须得尽量把弄到分哦。是，怎么说？下轮听虎叔安排啊。想被扮演的来，都可以来。单挑没办法单挑他，哦对哦，还有几个大伯来着？还有两个，就这样排，就这样吧，亏了呀。结果我去那个房间赢了，你赢没有对，有人怪我输的，我应该第一反转，我当然能赢啊，只有宝宝怪我才会输，现在我还有可能输了，哎呦喂，我可真是
吃掉兜子走啊！一念之人赔了夫人又折兵啊！气死我了！ Yes. 别想了，做一次好人怎么了，侯老师？嗯，我不想做好人。接下来进入串门时间，限时十分钟，伏击只为负的玩家可以自由前往四个房间进行交流。串门了，串门喽，串门喽！哎呦，哎呀，小嘞，串门了，串门了，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啊！哎，我齐哥，过年了，我给您一张拜年卡，您给赏赏小弟几个字儿呗？好好，赏小弟几个字儿呗？啊，哦。你俩就是一块拜了呗，一块拜了呀。我都给我齐齐什么呀？来，叫我一声大伯就好。齐大伯，王大姐，涛哥，过年好，过年好。这空手来的，怎么说你们俩图了啥？我可以跟你说我的，但是我不能说他的。嗯，好，我小姨。哦，但你不能跟别人说，而且你要骗别人。是。那你猜他其实也没关系。就是你又不损失，二选一。不要猜他，我就很损失。哦，你就少一个。不要错了，我就很损失。来，给你们拜个年吧。哎呀，侯老师也来拜年了。你就写这儿。回应神，回应神，来。真的假的？看一下阿普，等阿普说再哭。啊，不行不行，真的假的？跟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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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们，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哦，没事，那俩也是我的拜年对象。哎呦，我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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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了？你去哪儿了？三号。我使用了技能。你去了三号？嗯。我死了。你怎么死了？你从我那儿也能得分。为什么？因为我把小七弄走了。我是个姐姐，你把小熊弄走了。对，那啥意思？彗星得两个房间分了？彗星要得两个房间分，跟你说。对。那你要去火树那儿，你能得分应该。得了，就是对骑士军太心慈手软，气死我了。生气了，小心小心。哎呀，生气，被偷家了，被偷家了，被偷家了。怎么了？楚大爷来咱这儿了。哎，那就是你去撞大运了，但是没撞着啊，撞错了。现在一号大运没撞着，一号四个人，那飞行就赢了。那一号房间有爷爷，撞了呀。哦，撞了呀！哎，谢谢何老师。哎呦，何老师硬送哎，谢。啊，他还没带完，我没带完。你今天慈善家，你今天谢谢霍老师送我何锦晨赚了。哎呀，你说你给人送的，我要跟他们吹去。距离串门时间结束还有一分钟。小何跟你撞了，霍老师跟我的说，哎呦，气死我了，他俩撞了。我不用猜小何了。郭老师在那屋气急败坏，说他俩撞了呀。烦不是烦啊？那你把人要说呀？不以为大家都差不多在那闲聊吗？你被他都知道。一会儿来骂你，一会儿来骂你，骂他。哎呀，我真的是，当心的崩溃。火树这个人真的是大嘴巴，下次跟他合作真的是要长点心眼。方主，你全部都知道了吧？嗯，我可以告诉你。好。串门时间到，请部分玩家确认各自的拜年帖已填写完毕，回到俱乐部大厅。技术怎么这么差呀？这咋的了？你问消防主。哎，怎么会是这么彪？哎呦，你干啥了？你惹他生气了？火树说话的时候我接茬了，我不该接，对不起，霍老师。霍老师，人家年纪这么大了，你还气人家？抱抱罐罐，抱抱罐罐，哎呀，罐罐，赶紧走开！你们俩加在一起是易燃易爆炸。我抱抱罐罐。请部分玩家确认各自的拜年帖已填写完毕，
请所有玩家回到俱乐部大厅。怎么会有人素质这么低啊？为什么会有人素质这么低啊？不是你送的吗？我说为什么飞星能赢呢？我说老师，这不是撞了吗？他是这样，连带跺跺地板。人家撞了你的鞋，大过年的没有点道德底线。接下来进入拜年环节。首先有请向何运晨拜年的玩家起立。过年的给别人拜年，说什么对不起？来来来来来来，那个你先来。哎，何爷爷，过年快乐！哎呀，过年快乐，过年快乐！好，我还有俩孙子来。哎，俩孙子，俩孙子来。何老爷，您万事如意，新春大吉！谢谢我的小孙儿，哎，新年快乐呀！哎，何爷爷，祝你龙马精神啊！龙马精神，我都特意站起来给您拜年了。没问题。祝咱何爷咱事业一帆风顺啊，没问题。咱龙马精神，咱青春快乐。好嘞，小孙儿。哎呀，接下来请向蒲一星拜年。哎，祝蒲大白，火他白，哎，蒲大白身体康健，万寿无疆，年年发财，年年有余。小少爷，也祝你新年快乐。快请坐吧。接下来请向齐思君拜年。哦，还是我们几个。还有我们几个。还有我，还有我。祝我们的齐大白，齐大白，祝齐白泽，祝咱齐大白工作繁忙，事业更上一层楼，万事如意，财源滚滚。好，累了累了，越听越累，越听越心累，我天哪！是。接下来，请向罗雨桐拜年。哦哟，还是我们。呀，能不能坐下？祝罗爷女一演不完。哦，包包卖断货。哦，服装美美搭。美美搭，就如小少将。小少将，祝我们的罗爷，罗爷，罗爷大爆，生意兴隆啊，财源滚滚。好，接下来请向王初林拜年。关系没处好啊。接下来请向文涛拜年。来，哎呀，谢谢，祝咱涛爷身体健康啊。哎，好，咱这个好好学习，接上道。来，给你发红包。拜年行动全部结束，现在开始公示各房间玩家的卡牌使用情况。首先公布一番风顺房间。哎，大家好，哎，纠结了一下，还是决定大过年的当个爷吧。祝爷开心啊，祝爷。然后爷的使用情况是，把我们虎拜拜的这个技能给无效一下啊。嗯，好嘞。我的发的是姐姐卡牌，我是发动技能，把罗雨桐驱逐咱房间。你人还怪好，踢到了三号情聊。哎呀，我要去了就好了。人生吧，有时就是这样，咱在最后也想当把爷。天哪！结果我们俩撞，是吧？嗯、人生就是这样。哎，其实是有机会的，其实差一招吧，就是我这一张宝宝。我们这个房间里面的布局的话呢，就是，宝宝、爷爷、大伯和姐姐。那么在此情况下，我肯定会对我这个房间使用加分的。那相当于最后我在这个房间其实能拿六分，那最后反而扣了许多分的情况下，就觉得有点遗憾啊、嗯。哎呀，福白白呀、啊，新年之夜也没闲着，溜达溜达，用了这个分身之术，去三号房间溜达了一圈。三号房间的小伙伴啊，一定很期待看到我来吧？对的。你来了以后一定会更开心的。新年快乐呀！新年快乐呀！
接下来公布二龙腾飞房间。诸位可能也没看出来，我也年事已高了。我也是个老爷爷。那我这个也是个爷呀。也是个爷呀。谁还不是个爷呢？哎，那我们不加不减也还行，不加不减也还行。接下来公示三阳开泰房间。我是个姐姐，我把骑士军踢去二号房了。哎呦，哇，齐大白，哦，齐大白，去对了。你把我送到哪？把你送到了二号房。齐大白去对了呀。哦，大白抠家伙，舒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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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之夜被人赶出家门了。哎呀，好惨一大把。哎呀，但是感觉别人家过得也还挺好，别人家更热闹啊。分身去了哪儿？我是一个洋气的大白，而我的分身去到了现在仍然未知的四号。哦，有分身了，我多重影分身。接下来公示四季平安房间。有宝宝吗？宝宝。我是小姨。小姨。宝宝用进用进脑了吧？用了。哦，那你起飞了。哦，你用剑了吗？发动了，对，王朱玲发动了技能。发动了会怎么样？我用小姨把他的宝宝降成大白。年过的真好。哦，真棒。哎，你们两个人我感觉聊了一局了呀，为什么最后是这样呢？进去之前是不是猜王初凌出宝宝没毛病吧？没有，是这样，他有信息差，他以为我只剩下爷爷和弟弟了，我就做事承认了。做事承认用得好啊。在最后一轮博弈的玩家来说，计算量和谈判量都非常大，但是他的核心是信息差，他不知道我，我知道他要怎么行动，我就可以应对他的行动。我想要爷爷，我可以拿大伯跟你换。行，可以，来吧。你不是还有大伯吗？没有大伯。你没了。现在这个笔记有点难以追查。你有你的爷爷是吗？对啊。我把弟弟扔进去，你把大伯扔进去。嗯。你要把你贴的爷爷。好好。找到另外两个大伯分散开。我已经下定决心第五轮用大伯了。还有谁有大伯？阿普好像也有。我要不是三个。那我不下。那四选一。胡白白，我是一个洋气的大白。我是小姨，觉得自己有点蠢，自己小丑，只能这么说了。没，哇，王叔这个局做的生啊，啊，精彩，分成。我前面真没骗你，真没骗你，就最后。你前面没骗我，第一个大不不大伯怎么出来的？那你就骗了我两个地方。第四轮之前我再三给你确认。好好好，你们俩回休息间复盘。你们俩私下聊，私下聊。要不被踩的时候你俩一起踩。好好好。福气值已结算完毕，究竟
谁最后能成为福气榜的第一？在公布最终结果之前，我们先来颁发四个特殊称号。究竟是哪四个特殊称号？我们顺势为大家揭晓。特别好，这一期的主题就是顺势。第一个要颁布的称号是孤军奋战小笼包。小笼包，他经常独处一室，享受强者的寂寞，把喧嚣留给别人。没有没有，我跟你说，他将福气大包大揽，他凭借一身孤勇稳定发育。恭喜在三轮一个人战斗的王初霖。王初霖获得孤军奋战小笼包称号。小笼包、三轮一个房间，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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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不得你现在住在杭州，因为你是杭州小笼包。我住在上海。哎、啊、呀，上海小笼包。哇！灌汤包。有两个小笼包。哦，可爱可爱可爱！当时进到房间之后，我第一瞬间是心如死灰。我的人生为什么如此坎坷？很久的时间里，我逐渐发现一个人在一个房间是挺好的，感觉情绪还可以，没有我想那么差。这一整场我都完全没有给别人拜过年，所以就转身祝大家新年快乐，对，这个很重要。新年快乐，拜年啦！也祝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接下来要颁布的第二个称号是人见人爱火龙果。黄老师，不是我吧？他是总被大家惦记的小福星。那肯定是你了。他收到了来自四位玩家共十次的拜年祝福。哦，不是我。恭喜本场被拜年次数最多的我吧。齐思钧获得人见人爱火龙果称号。哇、哦，这个真的很喜欢。新的一年红红火火，火火火火火。齐大伯，哎呀呀，恭喜发财，大伯。齐宝贝和齐宝宝，齐宝宝，哎，永远做个宝爸。祝我们的齐大伯工作繁忙，事业更上一层楼，那个万事如意，财源滚滚。好可爱，好可爱！带着兄弟们给的所有的拜年帖，给观众朋友们拜年了。接下来要颁布的第三个称号是嗷嗷接福红龙龙，他在全局上谋生，在关键处落子，他亏生机。破死局，进退旦夕，运筹帷幄。谁这么狠？他获得了全场单轮最高福气值。恭喜曹恩齐少帮主获得嗷嗷接福红龙龙称号。啊，因为你最后拜年嘛，拜年，哦，拜年嘛，拜年，哦，拜年了，拜年，对对对对对，哦，最后一轮十二分，你怎么走啊？因为你抢走了呀，哦，你扣的，你又扣了呀，气死我！请领取你的奖品，来来，接福接福，一起接一起接，哎，这个是怎么找？这什么大风筝吗？这什么？要充气吗？充气的，充气的。怎么抽气、你能不能抽一下，能不能帮我抽一下，按开关按开关，这啥东西呢？打开打开，
应该马上差不多了。我天哪，还得是专业的团队啊。我觉得这个奖是一种惩罚。这都什么呀？嘚儿驾，嘚儿驾，嘚儿驾，齐德龙东强了，双龙戏珠。祝大家龙年大吉，祝大家万事如意，哦，新年快乐！接下来要颁布的第四个称号是降龙十八掌，这位玩家每一次的相逢处都是他的伤心地，但不论命运如何弄人，他依旧热情饱满，拥抱命运。我感觉是我弟弟，兄弟，完了，炸了，炸了！我是弟弟啊，那还是你哥哥呢？嗨，那弄得我害怕。那我听一下吧。啊！虽然福气来去匆匆，但他该出手时就出手，所以他值得另外十八只手的掌声。你值得，恭喜。文涛获得降龙十八掌称号。啊，不是我。请除文涛之外的所有人领取奖励。啊，好，啥意思？我没听懂。来，朋友们，来来来来，领奖。来来来来来，我没听懂。我咋了？这个奖的原因是什么来着？就给文涛鼓掌。我其实除了第五轮，我前面四轮都很顺的。来，我们一起为涛涛鼓个掌。来，来鼓掌，弹幕刷起来，鼓掌。真的是在用降龙十八掌啊！我们鼓的每一掌都打在了涛哥的身上。接下来将公布福气值排名第一的玩家。他所拥有的福气值为14点，他们就是本场并列第一的小齐。王初林，王初林，哦，蒲艺兴。恭喜你们成为本场冠军，获得福气之王小龙人的称号，你们将各收获一枚侦探徽章。哇，厉害厉害，小龙人儿，带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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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王，接福气接福气，哇哦，哎，好好 ，King of Lucky and Queen of Lucky， 哇 ，King of Lucky and Queen of Lucky。King of Lucky and the Queen of Lucky。这次感觉轻轻体验了一把稍微有一些些丑恶的胜利，能拿冠军运气成分也是比较大的。从第三回合的房间里开始，我才算是有了一个清晰的计划。这倒是冠军的一刻，就是开心和愧疚并存的一种心情。哎呀，蒲白白啊，一把年纪终于又拿了一个第一，当上瘾了是吧？在加入火树整体战略布局的前提条件下，我基本上是把能拿的分全拿了。最后一轮用大博去搏一搏高收益，你从我那儿也能得分，真可谓天时地利人和齐聚才能拿这个第一，很不容易，所以也把这些天时地利人和齐聚的有利条件分享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小齐！啊，差一点儿，就差一分，差一分，差一分，一点点。如果有人少给你拜一次年，拜什么年给我？真的是。我不给你拜了，我给谁拜的？你说一个，你说一个，我给他拜了，他得不了第一；给你拜了，你得不了第一。排名很满意，只不过就是往返下来，他们还是很厉害的。
但是我觉得我最后能压中一个房间有6分，我的运气很 MVP。 这个游戏还挺有意思的，就我整体感觉比较不错，就是我自己想的策略其实执行的还不错。我觉得其实大家还是玩的比较保守的，分散一点其实可能也会挺好玩的。第五轮的话还是有可能会有更优解，我觉得还是有进步的空间。跑到能够孤军奋战且这个对抗这么大一个联盟的情况下打到最后，我觉得玩得非常不错。初始的目标就是奔着第一去，最后也是第一去。其实这两季先导片我们玩的游戏都是全新的，而且都有博弈的这个内容在里面，玩下来还是挺爽的。太适合在过年玩了，太喜庆了，虽然费脑也蛮有意思的，而且有机会让别人叫自己爷爷，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开心的。何爷爷过年快乐。何老爷您万事如意。何爷爷祝你龙马精神。祝咱何爷。好的，那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能够再次来到名侦探俱乐部见习，在这里呢我们会通过案件故事回应时代情绪，以社会洞察弘扬法治精神。在即将开始的大侦探第九季，我们将亲身体验各位侦探的工作，化身成为故事的角色，推理案件的真相。在接下来的探案实践当中，我们将继续坚定地追寻正义的光亮，捍卫法律的权威。期待在大侦探第九季体验版和大家再次相见。最后我们再次祝大家新春快乐，大开大真相。哇哇的过洁白的山，手暗藏穿梭，嫌疑人或无辜者，在面具之下对错善恶，随时调换角色。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大侦探官微，查收节目惊喜名场面，上微博搜索节目大侦探话题页，参与更多精彩互动。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心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新闻客户端合作平台凤凰新闻，媒体合作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青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